陈委员廷飞，钟委员嘉宾，这质询已书面提出，请行政院书面答复，并列入记录，刊登公报。现在请罗委员明才质询。我们罗委员明才还没到场，我们就接下来请登记第十八位，洪委员申汉质询，邱委员志伟质询。请涂委员全集咨询，林委员楚英咨询。现在休息，好，请说。请我们三点，我们就三点好。他临时请我们早点来，刚才我难道要我好好的吗？好，那个谢谢林院长今天辛苦，各位。